新冠疫情，政府积极推动疫苗接种计划。自启动青少年疫苗接种以来，短短70天内，我国就有高达80%12岁到17岁的青少年完成疫苗接种。卫生部长凯里赞扬，这是全球覆盖范围最广，也是最快的疫苗接种计划之一。根据卫生部 COVID-NOW 网站数据显示，截至昨天已经有超过253万，也就是80.4%的青少年完成疫苗接种，已经接种至少一剂疫苗的则有超过274万人。另外，凯里今天下午主持全国新冠疫苗免疫协调特别工作队的会议之后，也将针对是否允许民众登门接种疫苗增强针做出决定。卫生部也已经指示疫苗接种中心，如果前往接种增强针的民众还差几天就到疫苗接种的间隔期，那么就可以为他们施打增强针，但是如果还差几个星期甚至是几个月就不能这么做。